复习惊天动地，上观天文，下覆地理，太极两仪，四象八卦，离干观仪，启动玄机。龙马跃出河图，神龟现动罗书，大地之道卦中显，万步演变地道中。哦将不息是精神，偶等载物是胸怀，随遇而安是境界，开悟成悟是智鸣鹤在阴，其子贺之，我有好觉，吾与子而立之。乘马班如飞寇昏沟，比如破如，鞍马翻如比于秋园树。子皆不如生，真是没想到啊，来这儿还能听到如此悦耳的歌谣啊。哎，我看都是些山村野夫随口乱唱，何来悦耳之谈呢？倒是大人昨日未到，那可真为是损失不小啊。是啊，所以今日赶早可不能再错过了。哦，先生到了。先生，先生早。大人，您坐这儿吧。不用，你坐吧。我就坐这儿了。
天我们已经讲完乾卦，今天我们接着讲坤卦。坤为地，天覆地载，阳主生，阴主长，阴阳和合，则万物生焉。坤卦取象为地，象征着大地的母性，柔顺、厚重、无私宽广的胸怀。它滋生万物，顺应承载天道。坤道厚德载物，德行广大，蕴含着宏博广大的功能，使万物顺应坤道发育生长。其生育的功能无边无际，至哉而不可言。娇娇，你今天怎么来的那么早啊？当然啦，今天讲坤卦讲的可是我呀，我倒要听听周公是怎么理解我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说呢，坤元亨利牝马之贞，君子有攸往，先迷而后得主。坤象征大地有母性的特征与胸怀，表示开始亨通之象，象征牝马的本性，以牝马的母性来比喻大地生育万物的本性不变。君子效法坤道，有利于向前发展，先迷失方向，然后得到真正的目标。朋者同类也，西南得朋，西南方位夏至后阴气发生，为坤阴生长之地，故曰得朋。冬至后一阳发生，阳气上行，阴气退却，故曰东北丧朋。以得朋丧朋来预示坤阴的进退消长。像大地的母性，不管怎么变化都是如此，故曰安贞吉。经周公此番讲说就明白多了。是啊，你瞧瞧怎么样啊，听听再说。好，那就接着听吧。坤卦，坤卦为六个阴爻，
初六爻的卦辞为履霜兼冰至，夏至后阴气发生，从方位上来讲是从北向南演变，当阴气凝结看到霜的时候，冰天雪地的冬天就快到来了。此象预示着智者见微知著，看到事物的前兆，马上联系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提前做好准备，运筹帷幄，决胜未来。六二爻，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坤道的特点是性率直，直接了然，方域广大，其生化万物的道性不用习练，自性具有，当然其利。直方大，直为大地的特性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直是在显示大地生发万物的直接性，方大地域的广阔，大地的本性功能并非习练而来，那是大地的本性，是坤道自然光明的德性。君子要有大地一样的特性，直率，做事方正，符合道义，胸怀宽广。若是有这样的品德，不用再学习，也是无往不利。六三爻，六三含章可贞，或从王室，无成有终。蕴含章美是大地的本性，具有这样的大地品德，就可以从事君主的事业，即使没有成功，却可以有好的结果。含章地域广大，无时不在地体现着生发万物的功能。这儿是美丽的夏天，那儿是白雪皑皑的冬天，这是大地含章运化的功能，寓意人应效法坤道，不因为不得志或机遇不到而改变自己的志向。希望在座的各位莫要因不得志而放弃自己的志向。好，一定谨遵教诲。怎么了，丫丫？啊，有人来了！继续讲六四爻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看你往哪儿跑。你别跑，快回来！这小丫头是哪儿来的？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来我这里吧。小丫头，来叔叔这儿吧。来，我们让小兔过来陪你。你看，它又躲起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洋洋，不错呀，让你给蒙对了。我那不叫蒙，我是真的感觉到了。切，好了好
了，接着听吧。刚才说完六三，现在是六四爻。六四，囊括无咎无欲。囊括是指大地的广域，就像一个大囊承载着万物，抓紧收获大地的成果。在囊的开合之间，万物生发养育其中。如果这儿风调雨顺，吉庆有余，那儿却是旱涝成灾，颗粒无收。阴气主收敛，到了四爻是收获的时刻。这都是大地的本性，没有错误，也不需要赞美。人道的胸怀应像大地那样广阔无边，承载事业，博爱扶善，不以名利为目的，以厚德载物为尊则，则无过无欲。六五爻，六五黄伤元吉。当阴气运行到五爻，预示着寒冷的冬天即将结束，又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姹紫嫣红的春天，大地又走向一个新的开始。人道与坤道相似，寒冷的冬天到来，也就预示着明媚的春天即将来临。最困苦的时候，也是美丽明天的开始，离光明也就不远了。先生，此爻中黄伤该当何解？伤表示裙子是衣服上衣而配，衣为乾，伤为坤，这里的黄伤是以衣服的颜色来比喻大地在阴气作用下的缤纷世界。阴气到达五爻，阳气也伴随着回归。黄伤指阳气即将回归时大地的纹理，同时来寓意君主之道应具有大地的胸怀与承载的精神，方可成就事业。接下来是上六爻，上六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龙者阳气，龙战即阳气发生冲击阴气，玄黄者天玄地黄，天者阳，地者阴。玄是指阳气发生阴极转阳的瞬间奥妙，玄黄是指阳进阴退的大地纹理。强大的阳气已经产生，开始驱逐阴寒。阳气的发生带来万物生机，阴气已穷尽其能。最后就是用六，利用真。阳主生发，阴主收敛，成就万物。此种玄牝之性永远不会改变。寒伤，黄伤，玄黄，奇血玄黄。奇血，先生，这个奇血该怎样解释呢？此血非真血，奇血与黄伤玄黄相同，都是万物生机的纹理。血非阴气凝固时的气机，是阴气转化阳气时的纹理特征。坤道至柔，但其动也刚强，虽致敬而品德方大，不在乎自己得失而坚守常道。蕴含万物，显示坤道的化运与光明特性。坤道顺应大道，承载天道与人道并行。君子具有坤道的品质，通达情理，使自己位置正确。美德蕴含在自己的心中，自然就教化四方，从而发展事业，达到美好的极点。利永真就是要永远坚守住坤道厚德载物的品德，这样做才能无往不利。
这两天周公给大家讲乾坤二卦，大家都很疑惑，有些地方没听明白。周公是根据天地人之道来讲的，有些地方是比较深奥难懂。关于乾坤两卦，鸡蛋就讲到这里，各位是否有疑问呢？先生，你在解释卦爻辞时，时而以天地万物，时而以人道诠释，不知是为何？问得很好。自上古伏羲氏创卦至今，已诸多流变，期间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圣贤总结归纳修正，才得到当下的卦爻辞。八卦就是对天地人与万物的一个总结和分类。八卦取向于时间、空间与万物，在八卦之后又推演出64卦，更细微地描述了时空流变下的万物现象，从中来传播体悟大道。在发展中，圣人以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卦爻辞去论证体会，通过万物之象的启迪对应人道，故在论述卦爻辞时，将天地人与万物包容其中，既有天地之道，又不外乎人道，这才能说明大道的共通性与关联性。谢先生，我懂了，原来是圣贤观天之道以为民用，希望百姓能以义道为生活法则，顺应天道成就事业，所以取物于人，道人合一。正确，文王演周易时正是这个出发点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物盛必衰，阴极生阳。刚才坤卦的上六爻中提过，坤卦为阴气最旺之时，也是衰的开始。冬至后一阳发生，阴气由坤卦最下方的初爻开始变化，即是震卦。坤卦后的八个卦，下卦以震卦为体，上卦天时为用。八卦从坤至乾，按照坤、艮、坎、巽、震、离、兑、乾的顺序演变。另外，在64卦的命名上，从上古至今，经历很多圣贤的总结归纳，卦象各有归属，各有取类。下卦阵与不同的上卦组合，就体现不同的卦象。因为八卦是取类归纳之象，故随用卦的变化而名相发生变化，其他各组雷同。坤卦后的第一组卦中，因为下卦阵阳气出生，地力不足，则上卦天时对卦气的影响较大，故上卦对于卦爻发展的吉凶十分重要。好了，明天我们开始讲复卦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谢先生。